凯特王妃 PS 换头，原照片来自 Vogue 杂志，低估了网友的智商。英国王室这次辟谣可以称得上史诗级的灾难，不光于事无补，还让自己沦为国际笑柄。网络上有 PS 大神通过技术手段已经找到了原照片，小编为大家详细解读。原照是8年前 Vogue 杂志封面照，王室只是选取了脸部，通过人工智能合成了一张亲自照。只能说假的永远都真不了，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民间的确有高手。只能说英国王室的热度太高，不光普通吃瓜群众来探热闹，还吸引了很多 PS 高手以及摄影大师。这张亲子照简直就是一眼假的程度，王室企图蒙混过关，简直就是在侮辱网友的智商。一位专业的摄影师通过照片反推原文件，找到了 Vogue 杂志封面。其实我们用肉眼看也觉得很像，笑容是复制粘贴，皮肤状态和肤色也差不多。事实上凯特近年来沧桑了很多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苍老，即使是平时也是皱纹丛生，皮肤状态很差，反而大病初愈后神采奕奕，甚至有种重返少女时期的感觉。王室发布的这张照片实在太离谱，简直就是槽点满满，被专业摄影师找出16个漏洞。都说做戏做全套，英国王室敷衍了事的态度惹怒了粉丝和民众，支持率也是迅速下降。也许是为了保住最后的颜面，引导大家觉得照片只是微调，并非拼图和换头，王室决绝交出原文件。但是却瞒不过摄影大师的火眼金睛，才不到1天的时间就为我们还原了真相。这次失败的危机公关让王室提高了警惕，不再发布凯特的正脸照。为了挽回尊严，安排凯特跟威廉乘车外出，只发布了一张极其模糊的侧脸照，甚至连五官的轮廓都看清楚。现代科技的确很先进，再加上 AI 的广泛使用，让王室有了可乘之机。如今假照片被瞬间识破，即使以后发布视频也有造假的空间，王室已经彻底丧失了信誉。王室之所以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也要发布一张假照片，其实是无奈之举。网上的阴谋论现在很多，凯特可能已经出现了意外，就连去年的圣诞节照片也遭到了怀疑。这张照片上线仅仅几个小时就被紧急下架，并且遭到主流媒体的抵制。看来王室还没到只手遮天的程度，媒体也急着跟他划清界限，这其实是一个好现象。目前全球无数双眼睛盯着王室，相信不敢再造假，该想新的危机公关能力。从这次的决策也能看出，王室真是传统守旧到极点，并且还高高在上，侮辱大众和专家的智商，彻底遭到了反噬。我国有句古话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，用来形容英国王室真的很合适。本来就是君主立宪制，国王没有太大的权力，只能靠纳税人的钱供养，是妥妥的吉祥物。如今王室毫无真诚可言，不断整出幺蛾子挑战民众的底线。假如凯特王妃真的出事，英国王室也没有存在的必要，简直是在吃人血馒头，也没有资格享受民脂民膏，